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老师好，欢迎来到中国梦之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爱迪，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你几岁了？27。27，自由职业。对。你怎么支撑自己的生活呢？是这样的，我是平时有在唱歌，然后也在教别人唱歌。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带来一首《红颜》，请。珍珠周围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船长的眼，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这一世英名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场、这一曲如果还能轮，愿意来生做牛马，也要与你天涯相随。是英明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场、这一曲如果还能轮，我愿意来生做牛马，也要与你天相随。艾迪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梦之声？我想通过中国梦之声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我唱歌。那你的唱法是自己开发出来的还是？是我从小就研究嘛，从小就研究唱歌。对，我没有，本来没有想要去做这一行的，我只是想，因为它带给我很多快乐。我想再听两句你唱别的歌。好哈，那我再唱一首《遇水》吧。OK， 但是我要提前说，就是有可能我就随时会让你停掉。好，因为我觉得可以了，我就可以停了。好，好吗？好，谢谢。好的。风来了，雨来了，他们为什么都知道，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说话声音太渺小，不想问你是否记得我。
是谁，手指头冰雪融化成眼泪，天只给了我们半天雨水，怎么喝都学不什么都知道。OK， 谢谢。唱得好听，谢谢，谢谢老师。OK， 我喜欢你的声音，你走心唱歌，然后有技术，虽然高音稍微有点挤，有点挤压，但是音乐就是感觉。对，我真的韩红老师有点紧张。你的感觉非常好，非常好，特别的好，很细腻。谢谢。 OK， 我给你过。真的，谢谢，好开心。我对你充满想象，我觉得你下次也可以让我更惊喜。我觉得你在唱歌的那个收放上面，有时候还有一点诡异的气氛。我觉得你唱各种不同的歌，我相信会有不一样，让我们更惊艳的表演。我让你过。谢谢，谢谢，谢谢沈老师。其实我就像刚说，你的风格很特别。嗯。那我也很想看到你在这个舞台上会有什么让我们惊喜的表现。好。所以恭喜你过。谢谢。欢迎加入。谢谢老师。偶像学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喜欢你啊。我就是下一个中国偶像哦。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评委老师好。很高兴见到大家。我是邓子墨，来自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特别爱唱歌，就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记得就是从就看到大山大水，我就特别的想唱歌。真的可能唱的也不太好吧，怎么回事？但是真的就特别的爱唱歌，就等会儿，可以了，兄弟。我脑子都大了，不好意思，全自动的。不，你是来唱歌的吗？我是来唱歌的。那刚才那段二人转还是什么玩意儿？我觉得就是音乐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从大自然中来的。当然。然后我从小的时候也是跟着父母就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就很随性的跳了一下，唱了起来。跳。哦，来吧，来一个。我跳一个。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这一次第二届的梦之声，我到现在没选着一环环。我可能是吧，大家都了解哈。上一届我的环环是黄晓明，这一届正没选上环环的，你给我来刚才摘菜那舞蹈。快，好好的给朕跳一个。我把麦放下来吗？当然 ，of course。我先谢谢韩红老师。别客气。哎呦，祖宗，你离那个音箱远点，对，别冲着他行吗？啊？哎呦，我心疼我的音箱，说实在的啊。好嘞，有音乐给你伴一下好吗？需要什么样节奏？哎，要不来白毛女得了啊。走起来，把嘴闭上啊！是摘菜还是捉鸡？摘菜 ，OK。现在是摘菜阶段。这会儿呢，妹子，这会儿是捉鸡了吗？妹子，还摘菜？摘菜啊，继续摘菜。哦，大自然呐，是吧？
对吧？配合的可以吧？我们就完了。掌声热烈一点啊！其实蛮可爱的、我觉得挺丢人的，因为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这丢人两字用得真不对，艺术就像你说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乡村，来源于田野，来源于自然。你每一个动作，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我们也是特别认真的在欣赏的话，你说丢人，那我就不高兴了。我从小就是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别人都笑我，就像他就觉得好奇葩，就是怎么那么脑残。但你知道吗，你是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哎，对不对？啊，对，是。你们相信吗？他是一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哎，哇哦。我们尊重每一个有梦想的人，知道吗？你的梦想，你有梦想站在那个舞台上，我们就应该尊重你。首先你要尊重你自己，你要看得起你自己。你记住一句话，这是我曾经鞭策我自己的一句话，当别人看不起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得起自己。当别人都把你当回事儿，看得起你的时候，你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谢谢老师。好了，接下来我要听你唱歌了，好吗？啊，好的，好，加油，来，一首《矜持》送给大家。OK， 好，掌声。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生平第一次你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不停，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谢谢大家听完。
你告诉我你今天开心吗？我觉得玩得好嗨，你说老师你今天尽兴吗？很尽兴，我觉得艺术里面人真的是很自由，他那种心灵就得到解放。今天你开心了，我们在现场的这么多人以及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在看着你的表演，知道你热爱艺术，你够了，其实你已经赢了，祝贺你。或许你的表演方式不太容易让一般人接受，那我觉得你今天你享受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是自己的偶像。只是说在唱功啊舞蹈方面，如果你很喜爱，我觉得你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成长，所以 你可能不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我真的是很抱歉的说谢谢了。 OK 那我就 okay, 好吧，谢谢。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这位大哥很有 cowboy 的那个感觉哦。谢谢。天哪，我们可以来猜一下他的年龄啊。小齐哥，男人的角度来看一下，几岁？40几，再猜一下咯。观众朋友们猜一下几岁？啊，55几啊？太过分了吧。好，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38岁。哎呦天哪。我来自云南昆明，我的名字叫李传亚。带来什么歌曲？带来一首 Beatles Yesterday。 哎呦，唱的 Yesterday 选的歌也有年代了。对啊，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look, I saw th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so mad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Oh, yesterday comes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哎呦我的妈呀，38岁唱出83岁的灵魂。谢谢谢谢。
啊，真的有点奇才。你的声音让我想起一个人，其实谁？是我们的那个王刚老师。啊，我跟你讲，王刚老师的声音就是这样，而且他也会唱歌，唱得也挺好的。38可确实不太像，长得比较着急，这个没办法。哦，没关系，长得着急不怕。但是音乐为什么选择也是这么老的？其实我觉得唱每一首老歌的时候，不管是英文歌还是中文歌，我都觉得在唱自己的故事。而每次有人在听我唱歌的时候，他们听到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当这样的两种故事遇到一块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那种所说的共鸣。你再给我唱个中文歌听好吗？好的。啊 ，OK。翻开陈旧的往事，走过一生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听到北方无助的眺望，我知道不能忘。我在乡愁里跌倒，在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无助的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北风就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刚听你唱北风，稍微回来一点你的真实年龄了，声音比刚刚唱英文歌年轻了一些，很好听，我喜欢你的味道。谢谢。基本上我觉得你的声音的共鸣还有那种浑厚听起来是很让人舒服的，加上你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你有投放进去你的历练，我们有听到那种你在其中内心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蛮棒的。谢谢小肖老师，我们来表决了好不好？来吧。来，我喜欢你的味道，喜欢你的声音，我让你过。谢谢。我也是喜欢你的松弛，喜欢你在音乐当中 enjoy 的享受，过。谢谢韩光老师。虽然你长得着急，你看起来比我年纪还大，但是我喜欢你那种心中有一个大男孩住在里面那种童心，我当然要给你过了。谢谢小琪，欢迎加入偶像学院。偶像是不分外形不分年龄的。我一定会是下一个您期待的中国偶像。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学员登场。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老师好，我的名字叫曾琦，我来自四川成都，我今年27岁，现在的职业是大学老师，然后我的小伙伴都会叫我琦哥。琦哥。为什么不叫琦姐呢？有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会叫我琦姐，但是很多长辈啊什么的，就是我的前辈都会叫我琦哥，因为我比较 man。 你比较男孩子个性。是是，你已经 out 了，现在管女的都得叫哥，管男的都叫姐，懂吗？琦姐是红哥。红哥太贱了。两个那个轩轩哥。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有人叫我 V 哥。轩哥真的吗？ V 哥嘿。没事，今天晚上你买单吃饭。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今天带来一首《最重要的小事》，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谢谢。我走过动荡日子，去过梦的房子，穿过多少生死，却假装若无其事，穿过半个城市，只想看你样子。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能不能再唱一首歌给我听听？可以。因为我这首歌其实是唱给我男朋友听。哪一首？最重要的小事。他也陪我来了。然后我男朋友他是跟我一样是大学老师。哇哦。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我是四川师范大学。我们很想看一看琦哥背后的女人。他是弹吉他的。好，上来。有没有拿吉他？来了吗？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情侣要握手的。我本来想拿话筒，他就跟我握手，我跟我握什么手呢？两个人的默契可能要提升一下啊。对，各位评论老师好。川音教吉他的吗？对，民谣吉他还是古典吉他？我其实电吉他。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赵虎。虎姐啊？虎姐。虎姐你好。虎姐。虎妞。虎妞。虎妞。好吧，那你带了吉他来给他弹是吧？对对。好啊，来我听听。好的。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想你就给了闪烁，你会永远爱着我，从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真的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时间流逝，请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就是爱你爱着你。两个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能够一起培养更多的非常棒的孩子。太好了，曾经有一首歌叫长大后你就成了我，真的是非常好，这种感觉。没事，你们那儿缺院长，你来找我啊。OK， 来我来表决， one two three go。 谢谢，欢迎加入偶像学院。谢谢谢谢。是下一个中国偶像，耶、yeah!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老师好。我叫杨璐，今年22岁，来自成都，我现在是一名舞蹈老师。杨璐你好。嗯，薇薇安老师你好。舞蹈老师怎么会到中国梦之声来？你也喜欢唱歌吗？对啊，我喜欢唱歌，因为妈妈帮我报名，所以我喜欢唱歌，然后想要一个这样的舞台就过来了。好，给你舞台替你唱歌，来了。谢谢老师。好，睡好，起床又快昏倒，老板的唠叨上嘴边去让我快睡着，生活又太单调，压力没完没了，这烦恼让我掉毛，快把无聊的摔跑，越玩越疯越黑越闹越不行越想要，我又累又想睡又想要再嗨一点，没日没夜没大没小没分寸没礼貌，无理取闹找规矩上床去睡觉，黑白颠倒不是夜猫怪巧笨蛋难搞，夜猫大狗月亮泡泡太阳坐牢，不是夜猫尽管我是主角喵，乖巧的夜猫难搞的夜猫，自己的主角，黑夜我来主导，嘿耶，嘿耶，嘿，黑白颠倒，白天黑夜让我戒掉，我是夜猫怪巧，笨蛋难搞，夜猫驾到，月亮泡泡太阳坐牢，我是夜猫尽管我是主角，黑白颠倒，白天黑夜让我戒掉，我是夜猫。我是夜猫，尽管我是主角喵。
谢谢。哎，能不能再唱一个别的歌半段给我听听？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失落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哎，可以了，不用唱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如果是仅仅刚才那个猫，我肯定通不过了，但是你唱的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我要给你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想问一下杨璐，你说是妈妈帮你报名的对吗？对。所以今天妈妈有没有陪你来？嗯，有。我们可不可以请妈妈到台上来？嗯，好啊。你们好，大姐你好，朱老师好。你们请人家妈妈上来干嘛？没有，我想问一下妈妈为什么会想帮那个杨璐报名？因为我也知道她喜欢唱歌。爸爸支持女儿做明星吗？做歌手吗？支持她成功。好了，现在请二位先退场，我们要给女儿打分，好吧？好，谢谢你们。OK， 来吧。给决定吧。杨璐，你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最娇小的学员里面最有爆发力、最独特的，我非常喜欢你，给你过。谢谢薇薇老师，可爱女人。谢谢谢谢。OK， 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在台上展现你这一面，好不好？好，一定的。恭喜我，让你过。谢谢老师。欢迎加入偶像学院。我就是下一个 Chinese Idol， 耶！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中国梦之声，自我介绍。各位导师好，大家好，我是王一杰，今年26岁，来自成都赛区。一杰平常在做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我的职业就是歌手。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那个你的样子，请。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声音，我的名字。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
心情。哇哦，你快要把我穿透了，你声音好有穿透力哦。唱得非常好，今天选歌没选好，嗓子也不好，怎么了这是？因为看到您太紧张了。看到我紧张，你放松下来再唱一首好听的歌。穿透我感受到温暖了，真的，我刚很想拍手，但是都不想要打搅你。你唱得太好了，我太喜欢你的声音了。谢谢。我觉得嗓子有点累，你要多注意休息。啊，没什么好说，我给你过。啊，谢谢。一杰，我太喜欢你的声音了，我给你过。谢谢。哎。我也很想用这种声音呢、啊，我给你过了。谢谢，欢迎加入偶像学院。我是下一个中国偶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
你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请自我介绍。我叫唐林康，来自安徽安庆。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在北京上班，然后是电子商务行业。哦，对，朝九晚五的工作。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黄妈的《离不开你》。请。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经年之间，揉碎了我。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太不公平。哎哎哎，你要去哪儿啊？我说不是，就是刚才那个调兄弟你就找准了，你现在不是黄绮珊，你是杨坤，你知道吧？没有，因为我跟自己的节奏没有跟伴奏，所以他不是节奏，你把音唱准了好吗？把音唱准。还有就是我们心中其实都有节拍的，对，不用不，你节拍没所谓啊。对，那你可以很 free， 但是要在那个要音准，要准舒服的旋律里面。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经年之间，揉碎了我。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啊，我快疯了。等一下，你的眼神很像一直在闪躲，可是在看前面有什么东西。哦，我耳环都掉了。哎，你这是，你看看你把我吓疯了，把他耳环吓掉了。你这干啥呢？这是这。我也吓到了。你的节奏有点怪怪的，你的头的律动也有点。他就是，不是他不是头的事儿，他就是调不准啊。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来吧。你掀起波澜。哎我去。你掀起波澜，唱。你掀起波澜。滚。你是来捣乱的、你唱能不能唱准？你掀起波澜，唱。你掀起波澜。再见。你把我灌醉了。你把我打晕了。我跟你说，你确实把我灌醉了。我跟你说，给他一个机会好吗？我就给再给机会、啊。等一下，你把我灌醉有音乐了吧，老师？老师，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去年买了个表。等一下，五句。小红红，不好意思，有音乐了，五句，我求你了，五句，给他机会，五句啊，五句，要是再不行啊 ，GUN 啊，拿出你最好的，嗯，五句 ，OK， 来五句啊，音乐你先给他铺一点，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我梦到哪里你都停停停停，兄弟，你从哪儿来？你是来捣乱的吗？我不是火星来的。哎呀，我的兄弟，我说你唱准了再来呀，快愁死我了。好嘞，再见。再见，下次见。对不起，谢谢，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三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都江堰的王诗琪，我今年22岁。哎呦，好美哦！是是。你头发留了多久？3年多吧。哇哦，你的职业是什么呢？我是一名交警。哈？
交警怎么会来到我们梦之声呢？因为大家都觉得交警就很严肃啊，就觉得工作上就一丝不苟，然后我就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也特别热爱生活，我们也特别喜欢唱歌。对，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带来一首英文歌 Mercy。 哇哦，动感呢。谢谢。行，好，谢谢。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Phew. But I gotta stay true. My mother's got me on my knee. Am I begging, please stop playing game?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just got me good, just like you knew you woul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you do it well, I'm under your spell. You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ercy, why would you release me? You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ercy, why would you release me?Say better really, yeah. You got me begging, you got me begging, you got me begging mercy. Why would you release me? You got me begging you for mercy.Why won't you release me? I say better really, yeah. I say better really, yeah. I say better really, yeah. 谢谢。哎，我们就啰嗦话少说，你再唱一点点中文歌，好的，好不好？好 ，OK， 那就一首《对爱渴望》送给三位老师。什么？对爱渴望。对爱渴望。渴望，对。OK， 好。条件都已放宽，精彩又怎样？爱情的是用量尽量减半，睡得太晚，梦太平凡，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响，无尽无尽的夜晚，不打烊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难。OK， 好，谢谢。好了，有数了。我特别喜欢你。谢谢，谢谢老师。我觉得你笑起来很甜美，很温暖，但是你声音又有一点个性。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声音很性感呢。谢谢，你是我心目中的可爱女人，我必须要给你过。哦，谢谢谢谢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拥有追寻自己梦想和树立高远目标的权利。一个女交警，那个职业那么辛苦，几乎是要在最热的时候顶着帽子，对对对，站在街上，要在最寒冷的时候
那穿着大衣指挥交通，对，令我们尊敬，也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装扮美丽世界的一份子，所以必须给你过。哦，谢谢韩红老师，小曲老师，谢谢你们在交通繁忙的时候忍受的空气那个不是很好的污染，然后为我们维持交通秩序，希望也经由你美丽的歌声大声的呼吁，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当然要给你过。哦，谢谢谢谢，欢迎加入偶像学院。我是 Chinese Idol。老师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孙茂，然后今年22岁，来自重庆。今天要带来什么歌给我们听？给大家带来一首《超级玛丽》。OK， 开始。有只叫玛丽、玛丽、玛丽的蚂蚁。爱上马路对面的查理，可惜查理查理查理是只猫，天天在想河里的鱼，只是一条马路的距离，可怜马里走不过去，眺望着查理锁在谁怀里吃鱼。马路上每一辆车各奔东西，每一个人匆匆走到哪里，有没有目的，要不要目的，就像蚂蚁玛丽。哦，有天玛丽玛丽玛丽有点急，看见查理又搬来新邻居，名叫茉莉茉莉茉莉多好听，都让查理忘了吃鱼。原来一条马路的距离有时真的走不过去，可一旦走过去，查理还美不美丽。生有日落，人来有人往，玛丽偶尔抬起头看看自己，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也许也是风景。其实一条马路的距离有时真的不用过去，再美的风景总会离开眼睛。还能唱别的类型吗？可以的，可以。好，我听一段好不好？好的。好，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谢谢谢谢。我想问一下孙茂，今年为什么会来到梦之声？我来这梦之声的舞台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想，我特别喜欢唱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机缘巧合，我被选去了跳水队，我是一名运动员。跳水？对。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6岁就开始进入跳水队了，然后18岁退役，因为伤病退役的。哦，
真的啊？对。那个时候有没有得到名次？有，最好的成绩是全国前三。哇，很强哎！你音乐梦想是什么？告诉我。就是做下一个中国偶像。真的吗？真的。我觉得你刚刚在唱歌的问题是特别是第一首歌，你的整体表演上面有点太冷静了。你刚刚唱那首歌第一首的时候，其实可能在很多方面唱功技巧可能还有成长的空间，但是蛮符合呈现出来那种轻松可爱俏皮青春的那种感觉。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唱歌给大家听，把我的快乐我现在的满足带给大家。啊，非常乐观。来表决，来啊！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我很敬佩你，从一个运动员转换到这个舞台来挑战自己，然后想要完成另外一个梦想。我选择让你过了。孙子老师，谢谢谢谢导师。我相信透过你的努力，我们的偶像学院可以让你更进步更好。我给你过。孙老师，谢谢。我对你的期待是偶像学院之后的培训，我觉得就像你们在跳水的时候，你是有技术分、难度分，对，再加在一起。对，你今天给我的其实没有技术分，也没有难度分，但是你给了我一颗属于你自己的高分的理由，就是潜力分，所以通过。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欢迎加入偶像学院。我就是下一个中国偶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老师好。三位导师好，我叫李阳璐，我来自云南。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今天带来一首《眼泪之道》。好，先唱歌。还是山盟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一根都忘失掉，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无路可逃。
道。谢谢。请问你为什么来我们中国梦之声？因为想来找回我自己。最初，就是我在川音毕业之后，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成绩好像也还不错，但是，完了之后，可能还是有点虚荣心吧，就觉得应该去做生意，所以开了一个自己的小店，然后我就选择了放弃唱歌，然后已经有3-4年没有唱过歌了。我呢，一听就是你肯定是唱过歌的人，音量、音色都一听是有过一定训练的人，但是呢，我觉得声音的识别度不高。那您觉得我还有救吗？当然，你当然有救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不行。那我还能再唱一首歌吗？你可以唱，唱到我觉得可以了，我听明白了，我就可以喊停。每个女孩都在期待完美的爱情，小心翼翼又显小，却聪明糊涂心。我的完美真命天子难道是你？塔罗牌的答案很诡异，你的距离和我只差0.几毫米，我的睫毛现在渐渐你一言一行，我能感应彼此心跳是一样频率，我能完美真的可能难道是你？恋爱100%其实在于你的心，跨越101那是理想标的，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着讯息。 Can you feel my love, love, love。 谢谢。现在这首歌就对了，没有那么较劲，声音很松弛，也有自己的味道，音准节奏都非常好，所以过。谢谢老师。其实你的外形真的是蛮讨人喜欢的。怎么老说外形啊？你已经讲了歌艺了吗？说真的，你第一首歌的时候是有点可惜，但是你这首歌真的很放松，然后呢，加上你川音毕业的，你有一定的基本功，其实你要进偶像学院，你有你的水平，所以基本上在我这里，我觉得你是可以进入偶像学院的，我给你 go。 谢谢，真好啊，谢谢何诗老师，两票了。我觉得选歌很重要，你一定要选适合你自己声音的歌，你才可以在舞台上散发你的光芒。那刚刚这一首歌，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紧张，你回去再多下一点功夫，我相信你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加油，我过。谢谢，恭喜你进入偶像学院。我就是下一个 Chinese Idol。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各位导师好，我叫央金卓嘎，我来自藏区，我是一名加绒藏族。央金卓嘎，但是潘老师，你的本名好像叫央金，我就叫央金卓玛。对，央金。央金。小时候叫央金卓玛，后来把卓玛去掉了。为什么？因为太俗气了。俗气吗？因为我自己去掉的。那卓嘎呢？卓嘎就卓嘎就卓嘎呗，卓嘎也很多呀。你在拉萨的街头一喊，哎，卓嘎，很多人回头，好几百个卓嘎回头。可是对我们来说很特别，很好听哎，这个名字。藏名好像也有意思，是不是？你也可以这么叫。那帮我猫取一个名字。轩轩卓嘎呀。你是说卓嘎转你一叫，很多人转过来吗？对，我轩轩卓嘎只有一个。OK。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就是傻的意思。今天我们唱什么歌曲呢？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长大了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叫《穿行》。哇，小时候也很
哎，我有那么老吗？韩红老师的歌曲，小时候就很喜欢的歌。我也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说，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的。等一下，卓嘎今年几岁？32岁。32岁，小时候就喜欢听你的歌。韩老师也是从小就唱歌嘛。韩老师从2岁的时候就唱歌啊，我开玩笑的，你不要生气。没事。没有没有。没事。息怒息怒。哎，32岁小时候听我唱歌，我57呀、啊、我。哎呀。卓嘎，请你准备。感觉刚刚好像很多牛儿在这里，云儿在这里，感觉像雪山天池那种感觉、啊、而且他唱到那个最高音的爆发力很强，他其实根本就不用麦克风、嗯、他麦克风是拿很远的那个穿透力很厉害哦。可不可以再听他唱一首歌啊，他声音好好听哦。那我就唱一首敬酒歌。好，借酒中一拉你浓豆爱红，啊，老去穷了你妈的阿妹不穷，不穷起的啦，借啦啦送送。So ya la ni so, oh xiang ba ren zeng ga ya, niu mi qiong la ni se ya, niu mi qiong la ni se ya. Zesti le. Wow.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现在就是唱唱歌，然后写写歌。唱唱也就是唱唱歌这些歌、嗯、
我们也就干这些事儿了。对啊，意思说还有其他更大一些的国家大事，对不对？没有，因为我的其实来梦之声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是藏族嘉绒锅庄的传承人，然后他已经退休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到这里，我觉得应该继承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因为这个舞台是离梦想很近的舞台。稍等一下，说得非常好啊，掌声继续给啊。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藏区里面有一个嘉绒藏族，他是在四川一带的，跟甘孜、阿坝，然后嘉绒，他是在这一带，他不是在拉萨那边的。他的父亲呢，就是收集和传承嘉绒锅庄的唯一的一个老先生。是个乐器吗 ？No， 嘉绒锅庄是一种舞蹈。我请他跳一段锅庄给大家看，也借此宝贵的机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我们藏民族特有的，应该传承、应该被大家发扬、应该被大家保护和牢记的，属于我们藏民族自己特有的东西，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谢谢。哒哒滴哒，哩啦哟，啦啦哩哩啦啷哒哩啦哒哒，哒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啷，哒啦滴哩啦当哒哩哒哒哒，哒滴。好看嘞，那个手的动作，如果再加上那个袖子，一定会很漂亮。是啊，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可爱女人。那我们一起来吧 ，1、2、3，Go！ 谢谢，欢迎加入偶像学院。我是下一个中国偶像。